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日益动荡和复杂，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具有分析、批判和创新思维的变革型领导者。他们能够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层面协同发展，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究生院 NIDA 致力于培养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变革型领导者，以此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自1966年起，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究生院 NIDA 与国内外顶尖教育机构进行深入的学术合作，在发展管理领域持续开展高水平的跨学科研究。 NIDA 是泰国唯一一所专门从事硕士和博士教育的公立大学，拥有11个研究生院和1个国际学院，提供泰语和国际项目，旨在培养具备智慧和美德的未来领导人才。凭借创新技术和现代化的学习场所， NIDA 保持了高质量的学术标准，并获得了包括国际商学院联合会、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教育质量认证和东盟大学网络质量认证在内的多项国际认证。NIDA 设有多次荣获国家奖项的现代图书馆和完备的校园设施，这些设施旨在支持并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在学术服务方面，斯里帕特纳中心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私营和政府部门设计并提供先进的培训项目，同时向各种组织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NIDA 一贯强调与城乡社区和民间组织合作的重要性，通过 NIDA for All 项目展现其致力于为社会带来利益，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目前 NIDA 已经培养了超过90,000名高质量人才和变革领导者，他们对泰国乃至全球社会的未来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